欢迎收睇《追踪新特首》。咁特首选举已经进入白热化嘅阶段，有网民就发挥创意，咁制作精彩嘅游戏足球短片，一齐去睇下狼队一开波有咩好表现啦！梁振英仍然系民调之中支持度最高，狼队队长之位非佢莫属啦。已经谂紧早班问题嘅梁振英，唔知道带领狼队又会点样用人呢？长毛梁国雄放波监，仲守埋龙门添。平时掉嘢就掉得多啦，不过接波接唔接得实，真系要打过节肢。比赛去到46分钟，奥巴马开出角球，梁振英跑赢队友唐英年同埋何俊仁头槌顶入。睇见梁振英呢一个庆祝嘅舞步，唐英年同埋何俊仁唯有喺侧边助下庆啦。特首选举呢个星期日就到噶啦，梁振英会唔会真系胜出？我哋会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。